只要帝王夫人，我可以粉身碎骨跟随他，伴随他。当然，我们更要保护他。不是你这，好爽啊，颜色。我要回下头。放光了，照了，省得我要烟了。来，该就放你们，不要搞脏了啊！这个绿色，没灌哈，那个是没灌，然后是海拔700到1000的那个位置，它的牛皮期间那点，因为今年那个干旱嘛，它的五倍子含量不是很多。就说五辈子少些的都没关呐、啊、哎就没关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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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看看吧，这就是我想看看你这欣慰的眼神。也不欣慰，刚才说了1000多斤就关了，现在这儿一共就370斤。淘汰产品也不算淘汰产品，为啥？只是说我们卖的是五倍子米，它的五倍子含量较低点，我们可以开量反正放风，就不用再提成本去买其他的一副米来放风了，这个又用来放风用。哎，我们上山上那些，现在你能给你说，我们心里就悬起来。不是山上那个，我今天发个短视频，我都说的我们有25000斤米。就现在山上没拉回来那杆，那开是点问题都没得。嗯。为啥子？因为我三样东西都经过我的手里。嗯。所以就有感觉的。那种金黄色的。就代表着五倍子含量达到60%以上。当然，中蜂它没有绝对的损米，只要是降花它就采。只是说它的农，它的每一样的含量能够达到好多。如果说我们的上面哈，不是中蜂五倍子米，看吧我，不是，如果说不是那两个牌子，那些米是完全没问题的，米是好米。就是说它的五倍子含量不够，所以说这个用来第二次回放。虽然心里面很痛，但是我也很感动。这就是老乡，我们的养蜂人，这个蜜他没有灌装，我们原计划先灌1000瓶，这就是这个蜜被他淘汰了。确实不心痛啊，小叔伯。真不心痛，因为我要做的事儿是良心事儿，实实在在的事儿，要做很长远的事儿，所以说无所谓。1000斤只管装了370，1000斤只管了370瓶。我在想。你还能要求一个真正的养蜂人在超越一切技术范畴的东西，我觉得因为米本身就是蜜蜂产出来的，决定蜂蜜质量品质的一定是养蜂人本身要起决定的因素。700多斤米，这个是不卖了。我是问你支持那个决定吧，这种决定是别无选择，就说心里不是很，就是心里有点痛，但是又必须得支持。我现在都感受到了，就是老乡那年生病的那一年的一个事情，真的。但是赚钱，我们有我们的底线。老乡现在还在学拼音，学汉语拼音字都不会打，但是这么一个农民，他告诉了我，他教会了我很多做人的道理，真的。他就是说我们打的牌子是五倍子米，五倍子米
那么五味子含量不够，这是他自己用肉眼、用鼻子、用自己的舌头来做出的这个淘汰决定。我真的，我现在，我想我说的那会儿，小杨在那儿拍镜头，我现在想请大家看一看我们老乡的手，这点蜂蜜是怎么搞出来的。老乡的这只手，真的，我们经常也说正常的操作是要戴手套，我们也不愿意把有些东西就是老乡的作为一个本人的缺陷展示出来，但是我现在我只想让大家看一看这一双手，透着手套我们都可以看一看这是什么。这是撑开的口啊，被寒风隔开的，看嘛，这些全是撑口，一道一道的，那个镜头看不看得到？看这些手，就说整个这一双手它是没得一点的一片地方能够就是真正我们不戴手套的情况下，我真的是担心，就是怕观众觉得是不是干净的，但实际上这双手是一双劳动人民的手，全部都是小口子，但是他自己劳动的东西为了保持一个养蜂人的良心，所以说我觉得老乡今天一直在笑，我没见过老乡，就是其实内心里面我觉得他比我们更痛，你知道吗？你知道他多苦吗？但是我们无论如何我都得支持他那个决定，你知道吗？这些不卖不变钱，我们守住自己的良心，我们的命卖多少钱我觉得都不一定多重要，你知道吗？哈，但是我想说的，只要我们有守住这一颗初心，守住这份良心，我们早晚一天会比一天好。当然我有些话可能说的有点套的，但是老乡这双手他打动了我，老乡的内心他在温暖着我，给老乡眼睛一个特写，真的我刚才看到了他的泪水。灯光跟过来点，真的我没看到过，那是一条恩汉，你知道吗？老乡生病进手术室的时候他都没有那个过，但是这就是坚守一份良心和底线，他是需要付出成本的，这也是这些蜂蜜我们的每一瓶五味子需要付出的成本，它是无价的，真的，它是对消费者的一份忠诚。我只想做到就是对消费者忠诚，这样的养蜂人我可以粉身碎骨跟随他伴随他，当然我们更要保护他。